天煮的是猪脚醋，啊，猪脚醋，水滚了，放姜，然后拿去炸，拿去烫过了。拿去烫过，大约十分钟左右，就捞起来备用。OK， 十分钟啊。椰糖炒姜，椰糖来姜去炒椰糖，
个人喜欢啊，如果要放鸡蛋呢，还剩十五分钟才放下去。好，个人喜欢啊，如果要加鸡蛋的话，这是四十五分，减掉三十分钟后才放十，才放鸡蛋。好，煮熟了的啊。OK， 放少许盐啊。对，这个就是猪脚醋，四十五分钟好了。是猪脚醋，放蛋，猪脚醋，很多蛋呢。OK， 猪脚醋。美味的猪脚醋，大家的支持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和订阅，记得啊，记得啊，小铃铛要打开。